凉水啊。你说为啥？因为不加凉水，饺子容易破。我的大薄皮儿早就熟了，为什么还要煮啊？我还没熟呢。因为饺子皮熟得快，饺子馅儿熟得慢，高温还会让饺子里不断产生水蒸气，越鼓越大。停不住了。温度降下来，水蒸气凝结成水，体积变小，饺子就不会破了。就我，把火调小点不就行了？快走！都站在一起了。调火降温还不够，火调小，水温还是会维持在85度以上，持续的高温会让饺子皮糊化变黏。好热！哎呀，你别站在我上了，好热呀！根本分不开。来劲了，加凉水能让饺子皮迅速降温，饺子就不黏了。记得点点小爱心，